但是有一样东西可以使你的命和运全部的改变，那就是我们的佛法。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卢台长师父。几几年属什么的？2003年属羊。哦，脑子出问题了。啊，是，右脑。这孩子现在的智商非常低呀、啊。嗯，对。而且他讲话都成问题。对，非常对，非常正确。嗯，谢谢。我看是哪个灵性在他身上啊？啊，有一个男的，瘦瘦的，很瘦的脸，非常瘦，看上去像50岁左右。想一想吧，在他身上，我想问你，他出生之前，你们的家族里边有没有一个人死掉？是，可能更老，不一定50岁，就是瘦的，很瘦的一个人。有没有什么伯伯啊、爷爷啊走掉啊？没有，没有。你们两家里边？两家。嗯。这样十几。在他身上。小时候很喜欢他的一个老人呢。小时候喜欢的老人有不啦？没有。没有喜欢的老人没有的，一个瘦瘦的。没有应该。我看你们两个家长一塌糊涂。想不起。我不知道是不是他爷爷是谁啊？瘦瘦的脸呢、啊，在他身上啊。他爷爷。或者外公。外公。就是年纪大的老伯伯，男的。没有。晚上我叫他来看你了。真的呀？你们啊，我告诉你啊，你们两个啊，有杀业，害孩子，对不对啦？有杀业，听得懂不啦？懂，对，谢谢。那没办法，所以不修心的人，你把他弄过来，你跟他讲了，谁背业啊？他不念经有什么办法、啊、你们念小房子了不啦？啊，怎么念呢、啊、要念几张小房子？看见了不啦？所以这种真的很麻烦的。你自己不念的话，台长马上他身上，今天我帮他看了，现在这个鬼冲出来了，现在你们两个又不念，他现在找我麻烦了。那么很简单了，对不对啊？我不帮你们背啊，我还要帮全世界这么多人背呢，我怎么能为你们一家背啊？自己要自己业自己背的，赶快念经了。好好好。要怎么放生？放多少？你看看你先生信都不信，真的。你叫他带他去看病好了，看得好不啦？你花掉多少钱了？你看得好不啦？就像他爸爸这个样子，似信非信的，你说我怎么救啊？我告诉你，你都不知道了。有些人真的无缘呐、啊，我们真的不能渡啊。佛法有两种人是真的很难的，一种嘛就是无缘之人，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说佛法就是很难告诉别人，只有靠自己悟性来感悟来。开悟来，那个来彻悟，所以佛陀都对佛法这么有法力的佛法都很难做到这两点。你说说看，他这样，我现在帮他看了，现在他身上那个瘦瘦的一个鬼，现在跳来跳去，那么很简单了，我叫他去找他先生嘛，好了，找你先生去了，他会好一点的。他再不相信，那么你先生过两天就开始发癫了。你不相信，你试试看，好吧？你承担的，你现在跟我们讲，你们夫妻两个念不念经？不念经的话，我就不客气了。我跟护法神讲了。念啊，请指教。你叫你先生啊，也要念。好好好好好的。
啊，这还像样。先给他念1200张小房子，好吧？好。然后我会叫那个这个灵性晚上可能到你的梦里来看看你，让你知道一下他是谁。你可以在半个两个星期当中可以看到他，好吗？我告诉你，这个孩子，如果你们不好好的念礼佛，不好好的念小房子，你们身上的杀业一直影响着他。这孩子，我告诉你，慢慢时间长了，嘴巴不会讲，耳朵不能听。现在他的耳朵能听，脑子会想。我讲的对不对啊？对，说得很正确。我告诉你，这孩子到目前为止一点都不傻，就是我告诉你，脑子智商情商稍微低一点，没有太大的问题。但是你们好好念经，他很快就好。如果你们不念经，他会越来越严重。而且我可以告诉你，他两个腿有一个腿怪怪的，走路已经有点问题了。是半边啊。看见不啦？明白了吗？明白。以后会越来越严重的，所以赶快给他念。就是有缘，今天就是请放生要放。我不跟你客气，我还有缘了，还无缘了。放生8000条鱼，好吗？有时间吗？好好好。真的很麻烦的，这个灵性现在老问我什么时候，什么时候？你说什么时候呢？你说什么时候给他念完？就开始了，就学了。快点啦！好，谢谢。你要多念呐，你念得太晚的话，孩子时间长了，这个地方就转不过来了。哦、好好。他现在，而且你每天早上8点钟还要给他叫魂。8点。早上8点钟，好吗？好了好了，把他台长弄得来头都痛了。好好，谢谢台长。嗯。现在你们知道了吗？怎么帮人家背业啊？救人哪有不背业的？对不对啊？不过我以后跟你们讲啊，不相信的，啊，不相信的，不念经的，最好不要来。来了之后，台长真的，我不是背不起，我能背，但是我要背全世界这么多人呢，听得懂吗？嗯。南无观世音菩萨，把飞蛾来送。世间万物是一家，何必